传统弹弓80米距离啊，打一个易拉罐啤酒，爆了，一发爆了。传统皮筋斗啊，可以当物架用，但是这种玩法啊，存在着风险，希望大家不要模仿啊。咱们打一个平杠，到了。传统弹弓横握圆成线秒打啊，大家看我姿势。浩浩，练弹弓有啥好处啊？因为聪明。长大呢？娶媳妇儿。啊，打。好，传统弹弓，打最后水泥台上有个白色的农药瓶。掉了啊，爆掉。